李圣经十九号来台举办粉丝见面会，人生中的第一次就献给台粉啦。精心准备桥段的他，一出场就让人吓歪了啦。欧尼这样现身也太狂了吧，知道大家很想念福珠，而接下来欧尼也大方分享这次见到粉丝的心情。我玩是李圣经，有人보고싶었어요，真的太想你了，我都听得懂韩文了，真的吗？那这样我们两个走了，拜拜。아니방금복주못봤어요？那방금복주봤는데되게조용해서깜짝놀랐어요。为什么想要表现福珠出来吓大家呢？아놀래키려고했는데너무창피했어요。欧尼不丢脸，真的超美超可爱的啦。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